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 今天呢，我们一起在城县的尤巴林大市来看一栋二手房。那么这一栋房呢，它是属于联排别墅，它坐落于尼克松博物馆的正对面的一个小区哦。那它是四房三卫，2100尺，它的每尺均价呢仅是376块钱。那它是一个双层双车库的联排别墅，建于2016年，现屋主呢就是该房的第一任屋主。可以看出这个屋主对房屋的保养非常的好，整个房子一尘不染，整个装修非常简约现代。那可以看到这边的窗户还有拉门全部都做了高端的百叶窗，这个呀是一个滑动的拉门，你可以想象得到吗？你看是这样滑开的。那打开外面呢就是一个小院子，可以在这边呢摆一些庭外的家具，在外面享受一下外面的空气哈。那这一栋房屋呢，它的屋主之前没有养过宠物，也没有养过孩子，所以房子呢真的是一尘不染，非常的干净，要比样板房还要干净。那屋主呢因为要在其他地方购买新房，所以才把这房屋出售。那这边房屋呢还有高顶挑高顶的设置，餐厅呢为挑高顶，挂着 chandelier 水晶吊灯，旁边呢正对着我们现代化的厨房，厨房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中岛，橱柜和电器呢都非常非常的新，状况又很好。那这栋房屋呢全屋做了包边设计，细节装修都是非常的精心。这栋房屋来说呢，小伙伴如果购买之后不需要做任何的装修重整，便可以直接拎包入住。那这栋房屋呢学区也非常的好，是10分、9分和9分的学区。那它呢地税是只有 1.106 左右，尤巴林大市呢是没有城建税的。虽然说这个是2016年的新房，可是没有城建税，每年的地税呢也省去不少钱呢。再看一下这个车库也是非常的整洁，可以看到现屋主呢绝对是有整洁的强迫症。那房屋里面无论是家具的摆放，墙上的壁画都是规规矩矩，没有一点瑕疵的。洗手间台面干干净净，地面上没有一粒灰尘，办公室的桌子上呢也没有杂乱的文件。那么前屋主还现在还住在这边，可以看出他的品味非常的好，无论是墙壁的颜色、厨具的选择，还有地面的配置，颜色搭配呢都是巧妙绝伦。现在呢让我们去到二楼看一下，可以看到它的楼梯地板呢都是加厚的高级地毯。那么这边的楼梯色彩呢跟整体相呼应。二楼呢有一个 loft， 是家庭的必备之需，在 loft 里面呢可以做办公室、影院，还有小孩子玩耍的区域。走到这边呢就是一间卧室，也就是我们的主卧啦。主卧的墙壁呢采用了拼接色的色彩，靠着床的那一边呢采用了较深的颜色，跟浅色相形一张，突出了我们现代人对于时尚的追求与喜爱。那么淋浴、浴缸还有男女主人的洗手池全部都是一尘不染，没有一点水渍和污渍，让人觉得这个房屋仿佛没有人住过一样。如果不是看到那些私人物品，我一定会想这是一个准新房。那在二楼 loft 的另一方向呢就是我们的其他次卧，主人呢和次卧之间有一定的空间，各自有各自的隐私。那么这两间次卧呢是共用这一个洗手间的，旁边呢即为我们的洗衣房。这栋房屋呢它采用了很多的升级，包括它精选的地板、地毯，非常高质量的百叶窗，还有一些增加的橱柜，包括车库的地板等等，都是经过精心升级的。那如果你在寻找一个可以即刻入住，不需要再额外花心思装修的房屋的话，这就是首选了。看这个空调设备呢，也是使用最先进的 Nest 的设备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呢就是这栋房屋的视频。那么这栋房屋呢刚刚上市没有几天，是否已经让你感兴趣了呢？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就欢迎联系我进行咨询哦。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，记得给我点一个赞。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的话，请关注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 那感谢你收看我们的视频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